可漂亮！之前我们吃了内酯豆腐做的鱼头汤，内酯豆腐做的麻婆豆腐，今天我们用内酯豆腐来做个清蒸的。现在我们这个豆腐洗出来，洗豆腐还是要一定技术的，那些也可以整块拿起来，直接放在盘子里。切碎，切成切，肉给它铺在豆腐上面。几颗漂亮的小豌豆，热气上锅蒸八分钟，热气上锅蒸八分钟，多两片大蒜，生辣椒一起，加上一匙盐。哎呀！
好，要点糖，要点解吗？亏心人得了。你让我可没心了。这在初二上面也没得影响，十四天嘛，那初他十四号呢，初三。时间这不一样，我爸我没有在家嘛，可不可以？没有，我娘没过来，家里。